各位线上的大家早安，欢迎收听耶稣加油站，愿每日醒来都有主的陪伴。在这繁忙的生活里，让我们沉淀下来，倾听主所要点醒我们的一切奥秘。圣咏第39章第13节，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求你侧耳静听我的哀告，莫要坐容不听我的哭嚎，因为我在你前只是旅客，如我列祖一样只是路过。人生不停地在前进着，就连时间也没有为了谁而停下脚步。即便世事难料，即使我会失望沮丧，能要祈祷，别忘了有个随时倾听我们哀告守护我们的主，他会张开双手给予我们拥抱和希望，告诉我们依然要保持着善良。放心吧，一切交托给他，我们不要再害怕。现在我们献上一首陈明博老师的歌，愿深仰望
声音，愿我的口终日赞美你，愿我的心交付你手里。耶稣加油站，愿大家平安。